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化情职位智慧。凡夫的爱不离情职，所以他苦。诸佛菩萨的大爱大慈大悲，这里头莫有情职，所以他没有苦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职位智慧。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、清净的、平等的、智慧的。佛为了怕一般人对这个爱产生误会，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。换句话说，慈悲是理性的爱，是永恒不变的爱。我们凡夫的爱，这个爱里面不平等，这个爱里面莫有真诚。为什么莫有真诚？那个爱会变，至于怎么样变，变到什么程度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凡夫的爱是决定靠不住的。凡夫的爱不离情执，情执变化无常，所以跟凡夫往来，你要有高度的智慧，高度的觉悟。为什么？凡夫用的是妄心，一会儿说我很喜欢你，我很爱你，再过一会儿说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，所以不能认真。你要是认真，那你就苦了。